Hello， 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那我们今天要来就是进行抽抽乐环节，要来炼与制作人的二十抽。我终于存够足够的宝石了，然后也对这个游戏，怎么讲，有点失去耐心了吧？我已经满等五十等了，所以我玩大概不到八十天，对。怎么讲呢，这个游戏真的是很需要氪金吧，不然的话像什么城市漫步你就要一直点，真的心累。然后钻石的话也怎么讲，一天可以拿到50颗，它现在这个是新的，对，可是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重点是已经有了3600颗的宝石，然后现在听说就是因为这个游戏是早上5点更新的，就是所以奖池也会刷新，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这个非洲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在要离别的时候移民到欧洲吧。好，那么我们就来吧，10连抽啊！我想要很多许默默。哦，新卡欸，这是保底的 SR 吗？真的，保底的 SR， 没关系，我们再来，来吧，许默默，我想要许默默的 SSR， 如果有的话，也不是不能考虑继续玩这款游戏啦，虽然没有要氪金，我不要落落啊。你看又是宝底，有多一个世界之什么世界之外，可是一张许默默都没有。好，这告诉我们什么，许默默也叫我不要继续玩这个游戏了，我是得不到他的。好，在09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卡片儿。怎么讲，这是我唯一的 SSR， 如果有就是在我的脸书粉丝团按赞的话，就会看到就是我获得这一张的方法是官方送的，就是只要连续12天吗，好像是12天，就是每天早上都来刷那个浇花，就可以拿到一张这个 SSR 卡。然后我已经给他进化了，这是进化前进化后，对，然后我还没有到这么高的关卡，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卡很烂，我都抽不到好卡，然后我就一直就怎么讲停滞不前吧，而且我也觉得他剧情好慢哦。对啊，我的卡又不强，我又没有办法突破，我只能升到4星就升不上去了。然后最让我气的是，因为我在这四个兄弟里面，这四个男主角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许默默，可是你看，我只有他的一张 SR 卡，这是一开始就是手抽给的，然后这里是官方给的，其他都是 R 卡，你看。我们的总裁大人也只有3张，然后白气好像多一点，对，多一点就是加上刚刚抽的第4张，然后我们看一下洛洛的卡，洛洛你看竟然5张这么多呢，这是刚刚抽的，所以他还是在里面最多的，这个是新年的时候抽到的，用那个每48小时可以免费抽一抽抽到的，然后这个。也没有什么朋友了，因为都是女生在玩吧，所以没有什么人在玩了。对，我要跳槽了，我要跳槽去那个雷亚公司新作品。我好像有4000登入，是那个我不会念那个字 ，S D O R I C A。对，我要跳槽去那个游戏，那个游戏奇幻的元素很多，我很喜欢。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连抽20抽的结果，看来是相当的非洲呢。好了，那么我们下个游戏再见。我是天使幽灵，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
对英国有兴趣的伙伴们也可以在我的粉丝团按赞，那我会时不时的发一些照片。嗯，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